20X15 解谜，麒麟味儿 ，F7 豆皮们啊啊，看不懂，我还以为我看得懂了，但我算是看不懂的啊。20×15啊，还是2015啊？看来游戏年份是2022啊，所以应该是20×15。Arena Weaver， Arena Weaver， 哇！游戏说这群皆为虚构啊，不是豆皮的立场。如果雷同是空穴来风啊，打了个问号啊，空穴来风，应该要改一个字啊。西林今天来参加这个密室逃脱游戏啊，不知道好不好玩。目标好像是出去这个房间就可以了，开始探索看看吧。应该是这个房间大小20×15的意思吧。移动，立 Enter 取消好。取得道具时必须按 X 或 ESC 才可以打开道具来做使用。目标是离开，好，你不能跑啊！哎呀，现在不能跑的游戏咯，让人绝望啊！奇怪的塑胶片，你倒是看一眼啊，给个特写啊，有数字的透明塑胶片，好，残存的霜冻结了墙上的凹槽，这个颜色还不太一样，残霜是，哎呀，滑鼠出不来，没关系啊，残霜是吧？好，石板有四个可以转动的图腾，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可以刷什么卡的缝隙，转动图腾吗？先不掉吧，该剪的剪一剪，应该不会错吧？那卡片怎么非得是倒的呢？正杯二，逆位，所以它是正的吗？7J 的字样，一个衣柜上面太高了碰不到，要垫脚。我觉得它挺高的。门里锁着的，哇，这提示也出现的太炫炮了吧？上面刻着蛇的符号，要输入私人密码。印 A 也给他 A 过去啊，咕咕形状，这个咕字也不太一样，咕宝，咕咕形状的样子守护着宝箱，残霜咕宝，咕形状的娃娃赞助口令谁？娃娃说话了，赞助口令，我不知道口令不让路啊，怎么不问我口令是什么？哇，这什么丑东西？有个红点。神秘红色背景，要擦干净。好，然后狐狸有两个奇怪的十字在角落。螺丝好，灯笼，蜥蜴人的雕像，背上好多孔洞，洞旁还有数字，有一个 OK 按钮在上面。哇，这全都要用文字让我自己去想象吗？我得有多厉害的想象和记忆力啊！调查一下，因为没东西可以按呢、没有复行发生，我应该是缺了什么钥匙之类的。玩具剑取走哦，我要把剑插在他身上就对了。栅栏有点黑，这里是出口吗？有灯笼，加的塔罗牌取走，哇！这是18号、月亮，螺丝起子，小白兔的吸尘器，拿走总不会错吧？吸尘器躺坐地方，有的蛇是什么？橘子、黑子，好。皇后，我不问的，完蛋了，问的是什么？权杖吗？十条可以用在哪里呢？忘记了。橘子、黑子，好。橘子、黑子，这是289吗？2895。2895。
打开了啊，原来主线是收集塔罗牌啊，没有名字，这是牌的怎么这么奇怪？金币六，一狗啊，金币六一狗，可以再看一次啊。我要看身上的东西，圣杯二，金币六，不是很重要吧？奇怪的塑料片跟玩具件，竟然有文字透明塑料片。哦，有数字的透明塑料，五跟十，五一零，数字以外的区域是透明的，感觉就是要叠在一起啊。五。什么虎啊？这偏的有点远呢、欸。应该用不到，这应该是插这个上面的、啊。可是好像要插几号来着？不要太多记忆的选项了吧？总不能就是六跟二吧？这么简单吗？没有事情发生，拔回来，五一零也不对，没有三支箭啊，就蛇解开了，可以挂衣服，七 J。为什么要挂衣服？看不懂。寒霜孤堡，图腾啊！哦，原来图腾在这里啊！显示六啊，它有记录吗？嗯，会记录。杯，哎，那我要怎么看？圣杯二。月亮，月亮代表什么？月亮吗？好像是这样。圣杯二，然后人是天平吗？有天平的那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天平就是这个，所以不是月亮。不确定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。权杖女王，两只狮在后面，两朵花，一只猫，后面有磁条，还有刷卡的缝隙。就是月亮没错、啊，这个人还是我少一张卡片。图腾不对，嗯，应该是我缺一张卡吧。猫咪螺丝，二呵，二呵，密码错误，拆下来花的可以看哦，剑三二六哦。剑三二六，什么意思啊？剑是什么意思啊？玩家剑是什么意思？剑三二六，
剑不是两把吗？二呵，感觉就是二啊。蜥蜴人326吗？那我也缺一把剑啊。金刚镜哦，吸尘器吗？哦，原来可以啊。哦呵，哦呵，那哦呵个屁啊，应该就是虎啊。珊瑚，那山会不会写的太丑了一点啊？太牵强了。270跟珊瑚，成功了！哦，有张塔罗牌跟玩具剑，太奇怪了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珊瑚应该是错的吧？太牵强了。命运之轮，轮子。那轮子要选什么？没看出什么。轮子是哪一个啊？这是月亮吧？这样子。哦，有了，蟾蜍的霜被烧得连残渣都没了。为什么字的颜色不一样？墙壁洞里的这个是吻，什么东西？吻字麻将，我刚才他在想是不是麻将，可是麻将没有这个字啊。那他还算麻将的一份子吗？我抽屉锁住了，豆皮啊，与蛇的符号，豆皮与蛇的符号。哪生啊？326。开了，我还没解完呢，这样就开了。我还有装备。小八，八条尾巴，可以拿出热乎乎的包子。哎，为什么有这种东西耶？豆皮是我粉丝的代称，同时也是我喜欢吃的东西。他就喜欢吃粉丝啊，所以这个有影响吗？古堡，古堡是我频道的元老豆皮之一啊。很早就来关注的观众，听说名字跟姑姑宝贝有关系啊，看来是不重要的讯息啊。先出去看看，除了几件衣服挂在墙上之外，没有路了。这里不是出口，衣服有什么用呢？好多啊，要挂衣服的。这7J又是什么？口令又是什么？还是说蛇的数量本身也是个问题呢？一狗，豆皮与蛇，豆皮去哪里找豆皮啊？蛇的数量12只。有关系吗？
猫咪螺丝，这能不能拿起来？我拿不起来了。好，那挂衣服吧。一只狗，然后呢？没有其他顺序了。二是圣杯，又被小恋叫做小恋人。找到这张牌的时候，呈现逆位的摆放，那很重要吗？狮子吗？没有三呢，这样我也没有三可以放。什么东西跟三有关啊？哇，这好复杂啊！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十号、十八号，这个应该没有，不重要吧？卡片应该用完了吧？应该不会再用到了。三虎吗？那四呢？一狗，这边怎么可以吸呀、啊？啊，旁边有东西可以吸。一狗、二狮、三虎，是这样子看的吗？那四号呢？线索啊！全挂上去看看吧。放不上去，哎，这满了吧？这最多就挂三件，豆皮跟死了又是什么东西？豆皮，这个人物不脸图还会根据我现场改变，做的挺闲的啊。OK， 豆皮没有任何有用的资讯啊！蜥蜴豆皮，蜥蜴是我频道的元老豆皮之一，都老豆皮了。哦，他开心就好，快要变成剑龙的程度。哦，上面那个墨格墨蛇儿，那个是蛇啊、哦，那个字在这个字形下看的其实不是很清楚、啊。还有叫墨暗墨蛇儿，所以它就是蛇。复仇者联盟玫瑰冻柠茶墨蛇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有用的资料啊。可是豆皮跟蛇就是这个嘛。因其中一位豆皮啊，没什么有用的资讯，这些都是粉丝小回馈而已吧。残渣、奇姐、
是其中一位豆皮啊 ，7J 啊，女仆 7J 就是这里啊，女仆啊，这里没有女仆装啊，意义不明欸。哇，密码是什么啊？蛇？没有线索啊。蛇是木蛇啊。复仇者联盟没有关系吧？真的，这个好像都没有半点有用的资讯啊。孤堡，孤堡也不是说没看过啊。不要加起来吧，还是7696？因为是黑的墨蛇，没这么去打打看。哦，真的，文有一个文啊，人甲为什么这样是对的啊？啊，这里我自己都不信啊。那衣服怎么办？这灯笼好像没什么用，拿了两个文字麻将两个，收集品好像不是主线欸。狗狮虎，我们反过来看看。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变化。我还是不知道口令呢。一狗，猫咪螺丝，布偶装书没有半点有用的东西啊。倒是完全没有可以输入的东西耶，那我应该有很多东西啊。动物有什么关系在吗？狗、猫、鸡、羊、牛、马、虎、狮，什么都毛茸茸的。连主人的也毛毛茸茸的，牛会毛茸茸的吗？牛有毛吗？牛应该没有毛吧？逆位牌。这张牌有什么含义吗？把每张牌都看一遍好了。
这个就没有太多解释，按错了。这排的方式也很奇怪。这命运之轮感觉就有藏东西。T A R O， 卡罗，还是奥塔尔，罗塔，塔罗，应该是 T A R O 吧，塔罗，权杖女皇，那也没有意思啊。三虎啊，一狗啊，七 J 是什么啊？七 J 好像是这个人，要他穿女装，被称之为女仆，这也没有女装给他穿呢、啊。哪生女装啊？这人有女装吗？我都不会玩了，脑子都不好使了，对吧？完全没有想法，女装。一狗啊，八虎吗？还是九尾妖虎？那也得那九啊，前面怎么排？狗。二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搞不好是二错了而已。嗯，我先拿下来看看，也许穿对了会有提示。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没看出什么东西啊，三虎啊，好像屁都没有。嗯，一样屁都没有。有口令的吗？唯一领，是说这个唯一领有用到吗？没印象，还是已经用了我忘了。脑子都错乱了，估计是用掉了。五二七零嘛，
用掉了。女装应该跟女装有关系啊，去哪生女装啊？对，不能拿下来。吸东西，还是有东西可以吸？这也没有提示说有东西拿不到啊。口令正确，好，这个是文，好，文字麻将，好吧，奇怪的东西，稳了，稳了，好，稳个屁啊，三个麻将是拿到了，是碰了，还是什么，碰了一下，但也没有胡啊，是吧？你们吸个女装出来啊？螺丝倒是没用到，是不是有地方可以用？猫咪螺丝能用的都用了吧？要盲刺吗？有这，我真看不懂啊！玩的卡关，看一下攻略好了。我真想不透哎，这边到底是要干嘛？那个时候有想到啊，可是好像不太对。一狗二猫三虎啊，猫咪螺丝，猫咪螺丝也不能用啊。猫咪螺丝是二的意思，所以是套猫啊。这个提示，这个二的提示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悟不到那个境界呀！是，答错了，老虎才对。好吧，离开了。悟不出来呀、啊？你是一般那边的工作人员吗？
刚拿着你刚给我的东西，坐在那边椅子就行了。稳字麻将，好，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为什么神秘的金币啊？皇后跟什么？哎呦，做的怎么这么细致啊 ？Congratulations， 应该是吧？嗯，哇，悟出了九成九啊！功亏一篑了，这猫咪罗斯我还真没想到它是恶的意思啊。棋差一注啊。哇，给我结算22分钟，我的录影时间怎么30几分钟啊？文保，哪门子的文保？不过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用啊。吸引的频道，哦，还会给一个 QR code，QR code 还故意挡住了啊。应该还是可以扫啦，啊，应该是设置过的。YouTube 跟推特啊，个人是 VTuber，VTuber 哎，哇，有兴趣了。那其他频道骂咪踢臀滚啊，没有没有，不要干这种事，嗯，有空再看看吧，啊。连 QR code 啊，没手机还不能方便去呢。感谢你的游玩，简单的一款小游戏，规划流程图、游戏内容、游戏美术分工，3个月才做完，好像有点久啊。可能每天能做的时间不多吧，每天30分钟吧，做了3个月啊，跟每天24小时啊做3个月，工作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评价要求，哇，少于20分钟啊！啊，评价会影响什么吗？要不要速通一次看看啊？你速通一次要多久啊？哎，那 even， 我是啊，应该是开选单的画面没有再算时间了。说在选单画面，我就混了10几分钟就对了。这个有需要剪吗？不剪能用吗？密码应该不会变吧？在这些好像也没必要清哎、欸。是哪个跟哪个啊？是颜色那个啊，橘子黑。
289 2895。东西都拿了吗？好，有什么差别吗？但背景是不太一样啊。拯救东西拿的有点少。评价好像有没有影响什么、欸、原 VTuber， 所以现在不是 VTuber 了吗？这次评价好像也不影响什么。2分49秒。好吧，没有什么差别的样子。我的标题画面吧。好，就这样了，一完雷了，不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啊？好吧，就这样，那原来豆皮们是这个意思啊，原来如此啊。